金牌一集，如果你想识得时尚、识得打扮嘅话咧，咁你就每一集都要守住我哋金牌一集呢个节目啦。我哋将会带最新嘅时尚资讯俾大家，同埋教大家点样扮靓靓。你系咪觉得好闪好闪好闪咧？ 这两句话好像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个开场白哈，对对对，因为我们两个真的是也在起风，出得厅堂。 大家好，欢迎收睇《金牌一集》，我系 Amber。有句说话讲，爱靓咧系女人嘅本性，系呢句说话讲得非常之啱。所以爱靓嘅女士们咧，你哋一定要每一集都守住我哋《金牌一集》啦，因为咧我哋呢个节目里边咧，将会教大家点样扮靓靓，同埋带最新嘅时尚资讯俾大家。好啦，唔讲咁多啦 ，Amber 又要带大家出外景啦，VCR请睇。 翻返嚟 Lifestyle Express，Emma 认为咧有一句说话讲得非常之啱嘅，就系人靠衣装，佛靠金钟啦。系啦，无论你系咩年纪或者你身形系点样都好咧，如果你识着衫嘅话，都会着出一个时尚同埋有风格嘅自己噶。系啦，Emma 依家咧就带大家嚟到 Jaya One 一间非常之有名嘅服装公司店，而呢间店咧其实佢有好多分行同埋连锁店喺出边噶。如果你成日喺 shopping mall 行街嘅话咧，你应该有见过呢个品牌嘅。 好啦，唔讲咁多啦。如果想知道 Amber 今日将会介绍啲咩俾大家嘅话，就跟住我入嚟睇下咧。好啦，又到咗时候 ，Amber 要介绍靓仔俾大家啦。咁今次咧介绍呢一位咧系一个又高大啦，又威猛啦，又时又成啦，着衫又有 taste 啦，又好似 model 啦。正话入嚟仲以为佢系 model 啦，因为佢高过我，嘅一个男仔，又后生又本事嘅男仔，就系呢度嘅 GM Mr. Ivan 啊。Hi Ivan 你好 ，Hello Ivan， 点啊？我讲得啱嘛，介绍你觉得一部分都啱嘅，但系年青就唔系啦。咁我希望你上完呢个 program 之后咧，如果你哋想沟佢嘅话，自己嚟呢度揾佢啦。好，唔讲咁多啦 ，Ivan， 其实今次过嚟咧系有目的嘅，就系过嚟访问你，了解一下你公司。其实我知道你公司我听过好多啦，都见过好多啦，但系我唔知道其实有几多年咗啊呢间公司。公司其实咧就要11年啦，11年噶啦，我哋 Maxim Fashion 其实已经11年，但系呢个品牌咧就有3年嘅历史。我哋而家全马其实已经有9间嘅店铺啦，系遍布喺东马都有嘅。喺东马都有，系连锁店定系自己嘅咧？其实。 我哋而家目前喺呢一間咧，就係自己嘅，全部其他咧都係 franchise， 即係加盟店或者叫做特許經營咯。咁其實我想問你咧，呢度嘅衫有咁多種款式，其實你哋係 target 嘅 customer 係點樣嘅 customer？因為我見到有啲好似 office 又得啦，有啲出街又得啦，有啲去 party 又得啦，咁有啲做訪問都得嘅，好似依家做呢度。咁你可唔可以介紹下你哋嘅衫嘅 target audience 係邊個？當然可以啦。其實咧，25歲至35歲嘅女士。 佢哋比較獨立啦，有個性啦，同埋比較 active 少少，即係對 career 啊，佢哋嘅事業啊，都有所成就啊，或者佢哋比較 target 佢哋自己事業方面佢哋想提升啊，咁佢哋會比較有自信心嘅，咁佢哋亦都好識自己嘅對時裝啊嘅觸覺啊，非常之敏鋭，所以佢哋會 appreciate 即係話對我哋嘅衫，亦都有一個喜好喺度咯。除咗呢點之外，我知道你價錢方面應該係裝上係嘛？係啊，裝上其實相對嚟講，一啲其他嘅牌子啦，咁我哋喺市場嘅定位其實都係偏去低翻少少，即係同等嘅一啲比較愛國嘅牌子。我哋但係喺 設計方面啦，同埋喺用料方面、cutting方面係比較着重嘅。我想問下你，邊個設計㗎？定係你哋入貨嘅咧？其實係有設計師㗎，係嘛？係啊，我哋有一個 team 嘅設計師㗎，所以我哋全部都係本地嘅設計師設計嘅。哇，咁聽起嚟 ，Ivan， 我覺得咧，喺呢度買衫其實都有着數嘅，因為你唔會撞衫啦，而就係你可以買翻啲春夏秋冬嘅衫，但係係適合夏天着嘅，就係馬來西亞人着㗎。好啦，我唔講咁多啦，其實講咗咁多咧，我都係想行街。 咁不如就咁啦，就带下我行街之后，行完咗之后打翻个底折俾我啦，好嘛？冇问题。好。
正话行完街之后咧 ，Emma 咧已经忍唔住买咗呢一套衫啊，系咪好靓咧？着佢咧系咪觉得好唔一样咗咧？好啦好啦啦，都系翻翻嚟，要继续访问我哋嘅 GM 就系 Mr. Ivan， 系 Ivan， 系，我觉得你嘅衫好靓啊，而且着起嚟好舒服。你俾面一见到就买咗咯。唔係，因為呢度嘅衫褲咧，佢嘅吸引嘅感覺太過強咗啦。我覺得行到入嚟唔買衫出去嘅話咧，會一世都記住呢度。我想問你咧，我即係行街嘅時候，我見到有啲係 office wear 啦。咁我想問你哋 office wear 裏邊有幾多種系列，同埋幾多個款式咧？大概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其實咧，我哋嘅系列咧可以咁樣分嘅。我哋有 essentials 啦，即係嗰啲好 basic 嘅 design 嚟嘅。咁另外仲有collection 啦 ，collection 裏邊咧會包括好多唔同類型嘅衫嘅。其中當然有 office career wear 啦，但我哋好好標榜嘅嘢咧就係 office career wear 啦，比較會少做一啲 power suit 啊，或者好 formal、好 structure、好比較硬崩崩嘅嘢。你哋係比較有時尚感嘅 office wear， 穿睇到 lifestyle 少少嘅。關於 casual wear 方面咧，依家又興啲點樣嘅 casual wear 咧？其實今年咧個夏季秋春夏季咧比較多啲 print 咯，同埋係比較多啲用料咧係比較雪紡，即係薄紗啦，或者一啲 georgette。今季興啲咩顏色同埋咩設計嘅服裝咧 ？OK， 如果係講設計嚟講咧，其實有一種 maxi dress 咧，其實今季仍然係興緊嘅。其實喺2010年到而家咧，一路喺度興緊。maxi dress 咧係比較長身啲咯，其實都好適合你嘅 Amber。仲有一樣嘢咧，就係 halter neck 啦。halter neck 咧其實係一種露背裝，但係呢種著法咧係比較安全少少嘅。顏色方面咧，咁之前我行街嘅時候，我都見到有啲painting 啊，好有 art 腳嘅感覺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嗰啲係乜嘢嚟嘅咧 ？OK， 我哋有一種好特別嘅叫做 Aztec print 啊。Aztec print 咧，其實咧佢 Aztec 本身係一種墨西哥15到16世紀嘅一個古國嘅藝術構思。我哋今季咧就採用咗呢種咁嘅 print， 呢種咁嘅印花，希望帶俾大家一種比較神秘感，加埋一啲色彩，佢哋係比較特別啲嘅，係比較多顏色少少，係啱曬呢個季節，同埋比較有啲氣質咯。好啊，咁 Ivan， 其實我嚟到呢度咧，咁你知道我工作係模特兒咧，我平時咧都一定係要著最靚、最時尚、最新同埋最有款嘅服裝噶啦。係人都知啦。咁你可唔可以為我準備下幾套，介紹幾套俾我買咧？可能我著到中意嘅話，即刻陣間 look cut 就買低佢，好唔好啊？冇問題。好啊好啊，咁我唔講咁多啦。依家咧 Amber 就即刻去試衫，之後咧做個 mini fashion show 俾大家睇。
你哋睇下 Emma 買咗幾多嘢，因為咧正話咧行完 fashion show 之後咧，我覺得每一件衫咧著起嚟都好舒服，同埋我發覺到咧喺呢度行街咧有一個優點就係咧，你可以喺一間鋪頭裏邊買到你要嘅靚衫，同埋所有嘅 accessory， 包括咗鞋啊、bag 啊、鏈啊、腰帶啊，同埋嗰啲襪仔啊，嗰啲我都有見到都有嘅，非常之方便嘅。好，既然 Emma 買咗咁多嘢，大家又攞到咁多最新嘅時尚嘅資訊，同埋 Ivan 又介紹咗咁多靚嘢俾大家，證明今日我哋嘅 Lifestyle Express 係成功嘅，耶！